OK，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课程答疑。刚才那个学员问我，他说："老师，那名称覆盖，他是谁覆盖谁呀？"那我们分析一下是谁覆盖谁。那在子类里边有一个 function，是吧？用了三次。然后呢，在父类里边有一个 function，其中呢，这个两个参数的子类的两个参数。和父类的两个参数，它俩是虚函数重写，啊，它俩是虚函数重写，啊，然后呢，如果 A、B、C 是这样的，什么都不写，A、B、C 和子类的父类的 A、B、C，它俩是重定义，啊，它是重定义，重新定义了嘛，对不对？重新定义了嘛，嗯，这个 A、B、C 和它，这个 A、B、C，你没有加过这个关键字嘛，就重定义嘛，非虚函数重写不重定义嘛。它俩是重定义，然后呢，什么叫名称覆盖呢？就是你看这个函数被重写了，那同时呢，这个函数里面又在子类里面，看见吗？又在子类里面被用了。像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去 C1 点 function，就是我想通过 C1 类，我想通过子类去调用父类的函数的时候，调用不起来，原因是因为子类的，看见吗？子类的其他的函数的名字正正好好，看见吧？把父类的零个参数的 function 函数给覆盖了，就是子类的两个参数的函数，还有三个参数的函数，把父类的零个参数的名字给覆盖了。嗯，就是它，子类的名字把父类的名字给覆盖了。像这种情况，你必须显示的写出来才可以，这就是名称覆盖，就是子类的函数名重了。啊，你有参数它也覆盖，那不含数这那两个字。你不说，比如说在这里边写个四个参数的吧，比如在父类里面写一个四个参数的，好吧？你想调用父类的四个参数的，好吧？嗯，ins m ins n，是吧？这个时候你调用它，你看能不能调用起来？你肯定也调用不起来，因为这个名字在子类里边有，优先使用子类的名字。在子类里面有，他找啊，他怎么找呢？是这么找，找 function 看有没有四个参数的，没有他就报，他说不可能，没有这么重载函数啊，没有这样的重载函数，他找啊，他就在子类里面找 function，因为子类里面有 function，所以他优先使用子类的，明白这意思吧？那比如说我们再做这个案例啊，C1 点 function，比如说你想调用父类的这四个参数的，对不对啊？可惜。这个 function 的名字在子类里边已经被使用了，这个时候呢，C 加编辑器认为啥？C 加编辑器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函数重载，它就呢在这个子类里边去找有没有四个参数的函数重载，一找没有，它就报错，没有这样的函数重载，就这个意思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为什么报它？为什么报它？为什么报它？我给你写清楚了吧？嗯，我给你写清楚。这个原因给写清楚啊，C 加加编辑器看到 function 名字在子类中已经存在了，所以说它不会去父类去找，不会去，所以 C 加加编译器，所以说要站在 C 加编辑器角度去思考问题啊，C 加编辑器不会去找子类的，父类的。四个参数的 function 函数，这是第一点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嗯，再看第二点，我给你讲清楚啊。再看第二点，这个时候呢，C 加编辑器只会在子类中，因为子类里面优先，因为子类里面有 function 函数嘛，所以它优先在子类里面找，只会在子类里边中查找。function 函数，他找到了两个 function 函数，都是两个参数的，找到了两个 function，一个是两个参数的，一个是三个参数的，于是乎，C 加编辑器开始报错了，开始报错。报什么错呢？他说
四个参数的函数原型，在子类里面没有这样的函数存在，是吧？嗯，因为它不会去子类去找，父类去找了，所以说它就报这个错了，所以说报这个错，现在你看出来什么意思了吧？嗯，明白了吧？嗯，我通一下句子啊，谢谢编辑看到范克生的名字，因子类中范克生名字已经存在了，所以说发生名称覆盖啊，所以谢谢编辑不会去找父类的四个参数的范克生函数，谢谢编辑只会在子类里边去查找范克生函数，找到了两个范克生，一个是两个参数的，一个三个参数的。啊，谢谢编辑开始报错了。如果你想，若想调用父类的，父类的 function， 那只能显示的这么调用，加那个预作用符，加上父类的域名，啊，这样去调用。对，就是这两个，这个名字啊，这不是一个名字吗？会把父类的名字给覆盖掉。就言外之意说，像这种情况，我就不去，你使用的时候，我不会去子类里面去找，明白吧？就他不会去子类里面去找，原因就是因为名称覆盖啊，他优先使用子类的啊，这个现象就是名称覆盖。子类没有，那就简单了。子类没有，你这还不简单？那使用父类的呗。你子类没有，将不会发生名称覆盖嘛，对不对？那直接调用父类。啊，那当然了，那不叫起来吗？啊，是吧？这个路不通了吗？啊，所以说这地方很细腻啊。我也把那个演算子给你写清楚了，大家回去的时候好好找找，把它全找出来就行了啊。因为 C 加确实是这样的，这个点抠的很细一点。